我是你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女儿，我是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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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女儿，我是
坛台界，何不尝尝这妖怪的味道？你在说什么？你的血可以克制世间的妖魔，你的身体可以承载他们的妖力，只要他们不能杀了你，他们的力量就能为你所用。 受到了吧？这力量可是你自身的渴望，岂不比七情六欲有意思的多？你别想再戏耍我！朕长策而御宇内，直敲扑而鞭笞天下，这就是力量的滋味。我向你保证。 一旦掌管，你就不会想再失眠。